诸位看这个蛇对，好，就是蛇的皮嘛，好，蛇的皮，好，这个蛇对呢，纸非常的轻，风一吹就不见了，啊，就跑掉了。好，蛇对，336。好，这个蛇对呢，我们来治疗皮肤病，哦，常常跟蚕对在一起并用，好，哦，并用。那这个性味味咸甘，性平无毒，好，哦，你看主治蛇对主气从颠急颠健，小孩子弄舌头摇摇头晃脑，哈，哦，现在比如妥瑞症。有没有摇头晃脑，像那耸肩啊，这样晃来晃去，用蛇对，好，哦，还有一些这个小朋友还口出脏话，有没有？没办法控制，就在那边讲，这是蛇对，哦，蛇对就专门用在小儿科方面的，哦，你看皮肤的疥疮，蛇对非常好用，但你希望你在煮蛇对的，就是下蛇对的时候，哈，哦，你让那个把蛇对用棉布给它包起来，哦，包起来并不是蛇对需要包，而是浮在表面上太可怕了。哦，人家煮，哎，怎么有蛇在里面煮？不是，可能想煮要煮了一半，蛇跑进去，对，所以还是用棉布给它包起来，不要给它看到，非常好用，我用了很多，好，哦，用了很多。那处方的时候，你不会说用一钱嘛？好，哦，五分就已经很多了，哦，三分、五分就可以了。小朋友的话，像小孩子的话，一分、两分就因为很轻嘛，只是非常的轻，哦。所以小朋友受到惊吓，哦，包括甚至于扁桃腺炎都有的人都在用了蛇对，好，皮肤病、皮肤痒，好，这个癫痫，好，发癫条件都可以，好，这个眼睛的问题通通可以使用哈，好，因为它是对，就是退下来的皮嘛，好，那眼睛里面生眼衣，你让它退掉，用蛇对，好，蚕对有没有？好，你看那个别录有没有？大人五邪，好，哦，言语僻越，就是讲话是很这个什么脏话都骂出来了。好，哦，这个你平常不是那样子的人。好，哦，那老师不是神经病吗？现在的妥瑞症有没有？妥瑞症啊，西药厂就很喜欢取个名称，这样他才可以卖药。然后开了妥瑞症的药，也是一些镇静神经的药。好，哦，啊，那我们用蛇对，好。那禁忌呢？诸位看，性走窜、小儿癫痫这种，好，哦，由肝脏引起的肝心虚、肝脏引起的禁忌，好，哦，妇女、孕妇禁忌。那一般来说，怎么知道是肝脏引起的？好，哦，一般这个如果说小朋友发黄过，还有呢，小朋友不能安眠，晚上睡不很好，好，哦，这都跟肝脏有关系的。你还是可以用蛇对，禁忌归禁忌，你还是可以用蛇对，你可以开一些疏肝的药在里面，好，哦，比如说一些。好，哦，柴胡啊，好，哦，一些川穹啊，好，哦，白芍啊，好，哦，郁金啊，都可以，好，哦，开在里面。好，哦，这个337，啊，哦，我常常开的是蛇对五分，啊，哦，蚕对五分，好，哦，一对在使用的，好，哦。